哎，这都不抱他一下吗？我这边的广告。没关系，不要看旁边，不要看。我一定行，没关系，一点都不可怕。不行，这真的有点超过。你还好吗？哎呦，哎，你看毛毛嘴都白了。但是文婷很轻松，真的很轻松。救命！我不行。真的好高啊！腿软了，腿软了。我还好哦。耶，你做到了。我眼泪要下来了。这个玩谁敢玩？我不敢，我绝对不会玩。啊，这个真恐高，真恐高。我想玩这个。我已经面露难色了。我有点害怕，我真怕这个，我真不行。毛毛不是恐高吗？文婷背他过去吧。我恐高就算了，没有关系。行行，你走我前面。嗯。好，那我前面走一点。真的还好。应该没有问题。嗯。好。好的，我等你一下。哦，这个我都不恐怖，我都不害怕。但是我是真的有点恐高。有时候你对这个项目不害怕的话，你体会不到别人对他的恐惧。走吧，走吧。相信文婷。慢慢来，这个只能慢慢走了，一定要外八哦。慢慢来，慢慢来。不要给自己心理压力。他在发抖啊，小腿。他会晃。但是他晃得很稳。慢慢来，慢慢来，不着急。开始晃。可以的，可以的。文婷还好有在鼓励他。其实我很害怕，但是我还是脸很痒，我要挠个痒痒。你挠。我挠完了。挠完了。耶！哎呀，这都不抱他一下吗？初恋不敢不敢。你想走那个吗？我想走这个。走。真的？走。我在前面，我在前面。毛毛拼了！哇哦，非常轻松啊。哦，哦。哇、wow. 哦，OK 吗 ？Go go go！ 等等我呀，等等我呀！就是这样，一、二、三，可以的，可以的。王仁龙突然腿有问题了，突然赵四儿。没病，走两步，走快一点，走快一点，走快一点。黎明的那道光会越过黑暗。可以唱歌了呢。其实我唱这首歌的时候，我会想起我原来在学校校园歌手大赛，嗯，唱这首歌，我在台上公然破音。但是你还是愿意再唱哎？我之前是校园歌手大赛的主持。我直接是参加了。唱歌，哦，第一次初赛唱的《房间》，啊，我超喜欢《房间》，怎么唱来着？还有多少个时间？还有等待的心间，还记得锁在抽屉里面的滴滴点点。再稳一点。好，就是这样，慢慢来。哈哈。